知乜好複雜？呢條女有啲古惑啊，咪想加入我啊？嗯，古靈精怪喎、啊！呢條女一睇就知啱做啊！即女生如果喺我哋鋪頭工作咧，應該會有啲表現吧？女仔越多越好啊，傾下啦。喂，同你傾傾得唔得啊？唔好意思，有冇興趣咧去公關俱樂部做嘢啊？公關冇咩興趣喎、啊，如果俾啲禮物我咧，都可以考慮嘅。我諗下豹紋嘅。俾啲豹纹嘅洋装就好，不过一定要名牌噶。哇，要豹纹啊，仲要名牌啊，买俾你啦，佢话。咁啊，呢度附近有冇啊？即刻买完搞掂。冇喎、啊，好似呢间系咪啊？啊，药局、龙虎饭店，唔系啊，算啦，直接落去啦，落去新山嗰度睇下先。一多啲女或者去神社嗰度，好似可以换啲女，顺便去啦。我已经玩咗少少嘅，帮啲女升嗰啲 level 赚啊啲钱啊。由于时间嘅关系，如果唔系等到听朝，你要咁样玩一日。神社喺边啊？我都唔鬼知。神社。明日葉公園卡拉 OK， 邊度有神社？喺呢度寺廟啊，喺附近嘅啫。順便去換喺神社度叫多幾條女加入。睇下先，係咪呢頭啊？過咗喎。唉，呢啲嘢咩小运，嘥我时间。好，兜落去，劲，唔使讲咁多，因为我而家系赶时间，食屎啊，唔好嘥我时间，赶时间用白痴招。好，多马斯盘旋，转，好，已经转死咗人啦，继续转，屈死你抽！好，一次过打两个，轻轻松松高挂金钩，继续转，哟呼！好白痴，呢招完全破坏形象，真到咁型啊！做呢啲嘢，好喺呢度啦 ，CP 交换所就可以 call 女。咩咩生计啊！你又可以又换啊！第二位好嚟啦，跟住又再换，诶唔俾啊？点解啊？要咁样睇咗先？请问，嗯，你系咪新西俱乐部嘅人啊？我名叫顺子啊，等我喺你铺头翻工啦。不过顺子啊嘛，睇落去都好红喎、啊，有女肯加入梗系好啦、啊，吓、啊、哇好！风尘味都系非常重啊！你一位感觉唔错啊，真到你 taste 都有问题啊！继续啦，今日每次叫完咧又要咁，请问咦呢、這个好似着得密实啲喎、啊？嗯，你系咪新西俱乐部嘅人啊？我名叫喜代子，唔嫌弃嘅话，可唔可以喺你铺头做嘢？好似个样唔系几掂喎，啊！喜代子睇嚟会红噶，非常欢迎。好，挖掘了喜代子，咩挖掘佢自己过嚟嘅大佬，你黐线啊！好嚟啦，跟住咧就继续啦。公关小姐四，全部叫晒女啦。跟住下一个叫咩啊？请问边个啊？呢、這个紫色衫正正常常。你新昌俱乐部嘅人，喂，点解同啱啱个样好似咁似样啊？个嘴有少少唔同喎、啊，施暴。施暴啊！哦，可能会好好施暴，又感觉唔错，咩都感觉唔错，冇一个话入入地啊！要去换其他，真到啲 CP 你都系用晒嚟换女啊，好样衰！你又话驱风岛毁晒 CP， 冇晒 CP 赚唔钱，唔快咁换咩？你话事啊？吓？整咩啊？有咩想加啊？
呢啲有咩冲刺力嘅，冇咩用啊嘛，战斗啊收唔够啊，呢、這个都增加金钱获得啦，为比受足袋物咩嚟？得翻木点啊？要换女啊，继续换，好啊，换咯。跟住最后呢个啱啱好装修，直 upgrade 下装修先啦。咁核突寒酸又系呢啲咁嘅样，系咪一模一样啊？哇，群隔篱开闸呢个都好唔掂啊，冇奶实，我当然会红啦吓、啊。你话过嚟唔通话唔红嘅？我同个小丑讲下有冇咩益我啊？哦，诶，有火。武器制作 SR 材料包，叮叮叮叮叮叮叮，哇！攞好多嘢，只能领取一次龙须。有冇咩啊？冇啦。跟住就睇先，有咩电话卡 ？Ring ring ring ring， 系咪呢啲附近啊？诶、欸？好响喎，揾到啦！好、哦，外需心啊，好似攞过呢张 Type B， 跟住就而家搞掂啦，就去翻 Sunshine 喺依度，好鬼复杂啲路，个地图好难睇。盲喺度，因为嗰一个地图好难睇嘅吓，跟住你实话唔会好易得你唔识，哇！即刻冲入去，佢死烂仔好烦，加劲多女啊！死靓仔，而家帮佢开铺啊，契弟免费帮佢打工，白痴。好，开店准备。出勤成员编制，睇啲有冇唔开心啊？普通啊，继续打做多转啦、啊。啊，远藤呢啲高呢啊，叫晒出嚟先。level 一系啲睇开唔开心咯，主要系呢啲 level 唔开心都照做，冇奶实。边个 AI 是但啊？求其有呢啲。反正啱啱出嚟，拱佢落火坑嚟一次。好，跟住就要打扮下，帮小雪啊试下啦，再帮佢睇下冇啲新碌，可以帮佢整整服装。边啲店咧？呢件啱啱嗰件就最哇呢啲，其实嗰件裙应该系最好嘅，我一日睇过。呢啲嘢冇乜特別，講真，御前極核突，髮型睇下咯，雙馬尾呢嚿咯，一係試下小姐頭，未試過叉燒包喺頭頂，好整咩色好啊？我視覺系啊，我整啲邊只白髮魔女咩好興啊？你嗰啲咩魔術傳奇定咩？呢只咧怪啲，未有人整个特别化妆啦，系时候转转啦眉毛，有冇啲冇咩特别眉毛算搞？眼睫毛咧，你哋肯定唔会咁整，我话俾你听，你哋肯定系整嗰啲好普通嗰啲哥哥，我见你哋整亲你都差唔多倒模一样，我都认唔到。眼影可能要转转色，有眼影。睇下先，红色眼影咯，好少人做，但又唔系话好出嘅，最出就系呢只，咁冇计嘅。你继续都系种翻蓝色，口红方面就可以改改啦，应该新嗰、那个叫咩同学藤木同学嘴唇，将会成为下一季最流行腮红，冇。有，咁
咁啊可以改其他颜色，都系得咁嘅。太渣呢、這个 game， 有色隐形眼镜 Colorcon 都系得呢一个啊，最特别嘅。我已经系整得最劲，紫色系列咯，今次玩。OK， very good， very nice。又话咩好似冇味凉，咁咪好咯，冇味啊，扮冰冰啊，仲冇啊，帮佢整到整啲饰品俾佢，红色，哇，皇冠，哎，又加是但有啲插枝发簪落去，有古典味，眼镜，哇，黑超啊，整啊呢啲。耳环，睇下先啊，后期整件啊，系积极之心，系就咁啦，整住先啊，费鬼事搞。求还愿啊，话眼影好唔掂，个妆都唔错，我整梗系啦，话俾你听 ，OK， 好，而家搞掂啦，系嘛？我一般营业啊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 红牌阿姑啊，小说系我哋最新。喂、哎，今日有我真岛主场，欢迎各位光临 ，Sunshine。哇，咁多都唔知点拣，好需要啲咩啊？呢、這个人芬妮同托嘅，佢中意。好。睇下先，你呢个啦，奈美子，哇，有啲扁嘴喎，扁咩嘴啊？啱你喎，芬妮又托得，又客人光临，你唔好理住啊，倾住计先啦你。好，呢个系中意咩啊 ？sexy 同 party 嘅，睇呢件啦，咪星罗入去啊。有冇咩需要啊？冇需要，俾钱得啦。佢俾钱俾得好唔锯喎，呢位客人。换件小雪红牌阿姑氹一氹你啊，即刻开心翻。好嚟啦，呢、這个客人啊需要 sexy 同 skill 啱啊，呢、這个软行。咩啱喎？呢、這个 type 啱冇喎，佢个快啲啊！喂，点解我仲未爆场咁啊？可能啊，咪都 keep 住咯。佢话我会再嚟。好，有咩事？喂，咩事啊？我呢个系冰桶啊，吸一嚿嘢吸住嗰嚿嘢系冰桶。消除了疲劳，好醒目的。跟住咧，呢个系咩啊？芬妮同 skill， 哎，呢个是但啦。我好好招呼班客啊，你班契弟。佢你是哇，唔知噏咩？你话埋单啊？埋单啊！多谢你呢啲贫穷客，唔使指意佢加字啫，赶佢喳喳冧走啦，好似好牛嗰啲咁啊！饮啲咩？即刻俾佢呢个乜鬼啊？要啲咩啊 ？sexy 又托得，整件顺子最 sexy 啱晒你。诶，呢个有需要咩需要啊 ？C 系咩啊？小姐用玻璃杯，好答中。有冇人知道点解 C 系小姐用玻璃杯？有得出超必杀技啊，出啦！好，快啲饮酒啊，你班契弟啊，系咁招呼佢哋。好，埋单了。呢啲贫穷客唔使理佢，就谂住谢谢你，拜拜，送佢走得啦，唔好压住张台，即刻烂，死穷鬼！好嚟啦，呢、這个需要咩啊 ？Beauty 同 skill， 啊呢件差唔多，喜待此交俾你啊！好，我赚个盆满钵满啊！而家好似澳洲牛奶公司咁喺度做，我话小雪红牌阿姑点啊？给予奖励啦，做得咁好，红牌 number one， 啊，赞下佢，俾啲钱佢。诶，有嘢搞喎，咩拜托了要做咩啊？咁样系咩烟灰盅啊？位置一个圆圈 O 咁样，呢个咩啊？扭毛巾、湿毛巾，叮咚叮咚，客人加点了，叮咚叮咚答对了，跟住咧呢个要咩啊？咩啊 ？Beauty 又要 love， 系呢件啦，小厨，好嘛睇先。
好狂赚，赚到盆满。榨取呢啲穷嘅，一般就可能我一阵试下睇下佢肯唔肯加钱，但系多数都唔得。好，咁要啲咩啊 ？Party 同汤德，啊呢件咧，好又有得出绝招，继续用啊！系咁赚钱啦、啊，快怼走啊契弟，唔理事啦、啊，呢、這个咩啊？拜托咩啊？又咁多要求，七咩叫七啊？客人用嘅玻璃杯啊，七点解啊？有咩意思？指手画脚。诶、欸，有 C G 睇喎，失礼晒啦！你需要嘅杯又唔俾你睇，攞啲咩？咁串都望都唔望下我，你睇下咁样做个手势就得。多真系压四喎，呢条友系咪唔识分装啊？贫穷嗰啲唔使理佢啊，谢谢你得噶，我一啲礼物唔使送呢啲契弟，你俾堆佢好冇用嘅。咩事啊？整啲咩俾你啊？边件开心啊？系、哎、呢、這个咧，点啊？有冇咩？有冇咩人有需要啊？诶、哎，呢、這个啊，啲人贫穷嘅，给予小姐奖励啦，咁攰补补血啦，帮佢。好，总之送客啦，唔使理佢啊，班八婆。好，呢度又有啦，又埋单。我哋该试吗？好，赞下佢，送客。冇钱俾，唔使再同佢倾咁多啦，唔使再同佢倾计啊，嘥时间。埋单了嗱，呢一个啊，试试啊，试一试。冇啊，冇得叫佢咩喎？花奖小姐算啦，赚自己啲女唔会赚到闲。好，咩料啊又？拜托，七客人用嘅玻璃杯。好，做咩佢系咁啊？拍台有咩事？手滑嘅好嬲啊！我呢个是吗？贫穷嘅人试下，不如是否要加字？试一次得喎、啊，红牌阿姑啊，可以做到呢啲嘢，佢即刻拉长咗，几劲！好，咁需要边个啊？呢个啦，是但啦。卡哇伊，佢冧呢个，已经沉咗船。呢位顾客已沉船，佢就可以系咁揸取佢。有咩事啊？拜托咩啊？咩烟灰公系嘛？好似系鬼记得，我、哎、又可以出超必咯，即刻有用先。喺呢度叫多个契弟先入嚟用。我啊，坐落去攞，之后我就出超必。好，出超必。好，全部同我赚钱。七班契弟饮酒咩事？你要杯做乜鬼嘢咧？成日换嚟换去咁麻烦啊！用死一只，好系咁揸取班契弟啱啊！冚到班又沉船系咁，边个好啊？呢个啊，做咩扁嘴？喂，又可以买单了，系咪又可以叫佢加？唔得嘅，唉、哎，夸张下算啦，唔好系氹太多，啲女会串。中坏佢，又可以出招边，皇家饮啊，怼死班契弟，搞佢沉船。好系咪赚啊？饮啊，咕噜咕噜，好又埋单啦。点啊？夸奖小姐算啦，梗系唔好成奖励啦。讲下好似你老细咁赞下你，我做得好啊，几时会加你人工啊？间唔止，埋单了。好，夸奖小姐啦，唔会唔使俾，唔使下下俾钱。啊！呢家都个正乜得？好成功啦，系咪赚咗劲多？十三个客，哇九百几万我赚咗，哇开一晚就赚九百几万，黐线！嘟嘟嘟嘟嘟，狂升 level， 全体人员都大幅提升。哇！即刻升 level， 我间铺嘅排名都提高咗。哇！恭喜晒，真到先生 ，mas 嘅吓粉丝数啊！我已经突破一千人啦，哦，咁样终于有过大关嘅感觉啊！争少少嘅粉丝数咧，应该就可以追到 Mas 噶啦，好顺利啊！不过咧，我谂对方都唔会坐视不管啊，对方系火爷，可能已经要出哪吒招啦！啊，放开我啊！哦，出面咩事啊？呢、這个时候咧，唔知火爷系咪又做啲咩衰嘢啦？咁我哋去睇下啦。
最多咪派啲僆嚟捣乱，打打冧佢咪得咯，有几大惊小怪。个老细其实可以请打手喎，呢、這个就是阿姨。哦，你系火野嗰边嗰个阿姨啊嘛？我哋钱啊，俾个阿铺头啊，刮到一蚊都冇啊，要点赔我哋啊？点赔啊？你哋玩几多俾几多，理所当然噶嘛。哦，收爹啊！结果老婆同我僆仔啊，我仔啊都抛弃我啊，攞负责。系啊系啊，攞啲诚意出嚟啦。咩诚意啊？你哋？哦，嗰边咩事啊？点会嗰个公关小姐着到咁行街？哦，可能咧系巴士嗰边咧吓，使钱使到太狼，搞到破产，即系叫鸡嫖妓嫖到破产。破产喺公关俱乐部玩到破产，有冇可能啊？哦，因为咧可以摇到钱嘅客人咧，火野系唔会放过，佢哋咧会将呢啲人嘅钱咧玩到清光，冇钱咧就会借钱俾佢哋继续玩，当然咧借就系贵你啦。哦，原来系咁嘅，手法都几毒喎。系啊，所以咧真孖屎嘅人都唔少嘅。嗰、那个女仔咧遇到呢事，我都觉得无可奈何。不过咧，俾客人咧争一屁股债背后嘅事啊，嗰啲靓妹啊，梗系唔知啊，所以佢哋觉得莫名其妙。嗯，太差啦啲行为。曾老师生，喂你去边啊？喂，你哋啊喺人哋铺头门口嘈咩啊？我哋忙紧啊，拉耐啦。围住个女仔又闹嚟闹去喎，真系小气啊！难怪咧老婆走佬啦。呢个咩啊？僆仔做嫁娘想死啊！话打火野之前啊，揾咗呢条友开刀先，怼冧佢。唉，冇办法啦，嗰、那个小姐唔该，攣埋一二边。唉，多谢你啊！去死啊！哇，好啊，嗰、那个阿姨件衫啊好核突，讲真激。极度古怪哦，多把屎盘算唔使讲咁多，你哋班友沉船沉到破晒产啊，真系似孖筋，抵你哋老婆走佬啦！讲真，老婆走佬都系老婆好，再群埋呢啲傻仔都系前途都系暗淡无光，哇！惊你走佬，顺便车埋个阿姨，死啊死八婆，多把屎盘算。呢、这个人有冇得出？呢、这个武者模式有冇得出？吓、啊，有冇人话俾我听？成日咁样转，有时都觉得好无聊。好嚟啦，冇谂到咁不堪一击噶喎！哇，系真岛先生你劲得滞啊！话时话啦，点解咩色？喂，又同我自己换衫啊！小雪你个八婆，吓、啊，你啲人做咩事啊？真岛系咪又做咗啲咩衰嘢啊？你真系冇礼貌喎、啊！你啲老细啊，不过都冇错啦，因为呢班友咧个铺头嘈咪意思意思。哎呀，就系咁就打到佢哋咁，真老先生你好狠啊！唔系咁噶，唔系佢为咗要救我，救你？你系边个啊？你好啊，我系 Club Mask 嘅阿姨。吓 ，Club Mask？ 哎呀，点会咁噶？真老先生。佢孖屎嗰边嘅人嚟喎，你帮人哋手指咬出唔咬入啊！唉，好烦啊你！呢啲事一开始就知啦。吓、啊，你知点解仲要救啊？嗰啲敌人嘅间谍嚟噶。系啊，系啊，阿姨小姐，你点解会喺我哋门口啊？系，我系嚟帮火野先生传话噶。传话？系啊。先前咧好心放过你哋，不过咧我而家觉得你啲虫咧喺身边飞好养眼啊！既然咧够胆违抗五霸星啊，罪无可赦，我而家要认真打冧你哋，你哋练下点样啊跪求原谅咧？佢咁样讲嘅，唉，真系越听越火。不过咧都系宣战系嘛，有意思，我会尽力咧打落佢金啊！讲得太好啦，真老先生，就俾火野了解啊，我哋唔会屈服啦。哦，小杨你都系做好准备啦嘛，哈哈哈！真岛先生性格传染我都未顶嘅，做咩小说啊？唔开心啊？做咩惊到真啊？哎呀，唔系啊，呢啲叫啊出征前嘅战斗。哦，明明啊死顶系嘛，惊啊惊啦！哇，点解佢样咁表情面目可憎？唔系啊，搵乜嘢望住个胸啊？咩意思？呵呵，嘿嘿嘿，呵呵呵，好好笑啊！笑咩啊你八婆笑人哋？嗯唔系啊，对唔住啦，觉得你好有意思，有意思系啊，新相嘅各位朋友感情都好好啊。系咩？先至唔好啊，嘿嘿嘿，就系咁先好啊，气氛同我哋铺头 mask 完全唔同啊。
我哋铺头咧个女仔啊，每个都冰冷冷嘅，即系火野先生咧都唔当我哋人，睇到你哋互动好羡慕啊！冇咩好羡慕啦，真岛咧就好中意笑人，我冇笑啊，我只系将小说你谂嘅嘢讲出嚟嘅喎。哎呀，嘿嘿，佢啲笑得好假，好虚伪，嘿嘿。啊，我差唔多扮 mask 啊，唔系火野先生会嬲嘅，我走啦。翻嚟小心啲啊！冇俾人搞吓、啊，又俾人找数啊，定点啊？几吉吉啦！其实当街大汉着到咁啊，唔俾人围先奇啦！你系真身伤嘅真道先生啊？咩啊？你系咪低能啊？智力有问题啊？点解你要救我呢个敌人呢 ？Mask 的确系我嘅敌人，但系你都系喺嗰边打份工啫，好似黄子华话斋打工啫，搵食啫。同敌人同自己人咧呢啲事系冇关系嘅，而且我仲未老实到咧会对眼前咧俾人搵麻烦嘅女仔视而不见嘅。呢啲女仔啊要唔过境噶，系咁噶，真道先生要加油啊，有机会再见啦。我都唔知咩意思，出街着到你话小说呢啲出街我都接受到，阿姨咁样出街真系黐线，叫你加油啊，系啊。真乜鬼 ？Mask 嘅第一红牌好可爱，真系有想有咁嘅女啊！吓、啊，即系佢想佢个女啊做呢啲，哦，好过眉清目秀嘅美人喎、啊。眉毛嘅话我都有啊，你哋睇、嗯啊。今日真系好冻啊，意思系冷笑话系嘛？哦，系啊，我哋入去啦。点会自己个阿红牌阿姑唔撑撑人哋一低能啊？眉毛啊，眉毛啊！嘿嘿嘿，你嗰下嘿嘿点啊？差唔多啦，而家要做翻啲主线任。手指咬出唔咬入真岛嘅白痴，点去帮嗰个女仔啊？而家要去边啊？嘿嘿嘿，我呢边。嘿嘿嘿，呢个地图好难睇。如果你跟住个地图咁样行，系好头都晕，讲真黐线。你觉得你咁笑？如果有个女仔对住你嘻嘻嘻，你千祈我话俾你，呢啲女一定唔可以吓制唔。